你不要讲话，两个听到声音很吵我。我们不要出声。嗯。为什么？睡觉我们讲话很吵吗？不要讲。什么闻到来的？出现了。我们还在工作呢。等下你进我的啊 ，OK， 等下等下，进。嗯，我说讲话，哎呀，你这好，人家听到很吵，人家听到很吵，人家不喜欢，不要讲话 ，OK。可是我们讲话啦，什么？我们讲话啦，怎么？我拿了枪，讲话啦，哥哥你耶，哥哥，你耶，那你是哪一个？在哪里？我说你，来坐车，我讲话啦，我讲话。我就比那些人听到吵吵的，其实不喜欢你耶。我讲到这个车，快点，啊！我那不大人啊，真的，哎，真是，真是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怎么这么说？哎，我不会跌倒啊，你看。Oh my god, 翻车！哎呦，我的翻车！我的这么好笑。爷爷要载这个老安哥了哎，我最多可以载这个老安哥了，载这个老安哥包。Thank you.
现在后面了。OK， 到六那边就好了。